欢迎来到步步为营象棋讲座。今天的主讲教练依然是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高级教练王云豹，王教练，欢迎王教练。观众朋友，大家好。王教练，我这实在没有想出来，我这一步肯定将不了，但是现在这边已经形成了绝杀。实际上呢，这个棋呢，先不要考虑这个红方怎么去赢，先考虑黑方走什么棋。黑方啊，只有这一步棋。因为黑方只有走这一步棋啊，才不至于两个兵啊失去这个联系。你假如说，你看红方，我拉住你这其中一个兵，你要走这个兵，那比如说我不走这一个兵的话，随便再走一步，黑方走这个兵，那假如说要走到这个兵的话，那我进炮一拉，你动不了了，将来我出将，你看还有很多机会，所以说这样呢是不对的。黑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兵放这不让你出将，我就是走兵。第一种解法应该一天之内解出来的，我想无非就是吃掉这个兵。这个兵怎么走呢？很简单，把这个炮一平，对方平兵，黑方这个帅是动不了，因为有兵控制住。对，飞象再走兵，落象那只有下兵，你下兵以后呢，将来这个炮来回平，怎么着也是打死两个兵。形成速胜。还有一种方法呢，一个兵也不吃，快速赢掉对方。不吃他任何一个兵，就是将死对方。怎么走法呢？那对方不是老是拱兵吗？对呀、那红方你就简单的飞象，飞象再飞象，慢慢调整再走。反正你要是拱兵，我就出将上将，再上将，再进将，再称势，再落势，再割炮，再平炮。你看这个呢不是杀棋，但是这个呢是要求的一种实战技巧。出将进炮，这个进炮才是本局的经典所在。我做的梦啊就是梦见这个进炮的。好，这步棋很重要，因为进炮以后呢，大家看隐蔽战术出现了，兵五进一。你看你不能吃炮，你要吃炮的话呢，我有老将，所以说只能吃掉，吃掉以后我的炮顺势平开，再退回来，再将军，你出将，我来进将，下步就睁眼，炮顺势将死。这个呀。那么这个棋呢，看似不像是我们前几天大刀阔斧的杀棋，很精彩。但这个呢，包含的一些技战术非常精妙。这个就有点迂回了。迂回。但是这种迂回战术呢，才是锻炼一个真正高手，你就耐得住寂寞。杀棋一般都能看得出来的。那要是没有杀棋呢，这个呢要看着你的算度和精湛的一些运算能力。这个呢就是我们先忙里偷闲摆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叫我小时候一个残局。不过我们再回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再重新摆一个非常精妙的子弟非常多的杀棋表演。这次子弟非常多了。对，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反而这个棋啊多了，然后反而更复杂了。那棋多了反而简单。简单吗？但是在之前的时候确实是棋多了，这一步一步很难走。那有时候也是看他这个棋的内涵，像有时候棋少的时候呢反而复杂。你看像今天这个棋它真的挺复杂，走的步数挺多的嘛。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棋呢？我们也不在这儿接着讨论棋多棋少的问题了。我们摆出来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残局已经摆好了，但是看起来还不是很复杂。看起来真的是不复杂。现在子比较少。对啊，不像我们前几天，对，哇一片啊一堆都有。那真的按堆。但是呢，这个子少是不是就像张宇所说的，它变化就应该少点呢？实际不然。这个棋啊有点复杂。看看，因为红方的每个子好像都比较散。那黑方呢又给红方走成绝杀了。应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还是问一下张瑞。应该怎么办？我肯定要快速的将军，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这样。这样都对，这个呢一般大家都能看到。进三。对。关键是真正的答案是在后面，这个技巧所在非常重要。我想这一局呢大家不要太小看了。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这本来我还看到点希望，这一下王教练又把我打到谷底了。嗯，那到底有多复杂，到底应该怎么走呢？我们回去好好的想一想，来演示一下，明天为大家来揭晓答案。明天再见。再见。降级很硬。欢迎来到步步为营象棋讲座，今天的主讲教练依然是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高级教练王云豹王教练，欢迎王教练。观众朋友大家好。嗯，王教练，在上一局我先走了一个车三进三，这个好像只有这一步棋是将军正确的走法。对，为什么呢？大家看到这个时候啊，黑方有个炮，现在有个兵，一般最初学者的时候呢，都先拿兵先吃个炮再说，过过瘾，是不是？到了现在随着咱们的水平提高出现以后呢，这个一般现在就不急于去吃子了，考虑的是每个子的配合。所以说准确的做法应该是撤三进三。那对方落势吃跑垫嘛。现在面临的就是红方该走什么棋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说复杂呢？复杂就在这儿开始出现。如果我用车吃掉士的话，你没有第二次将军了，老将吃掉你。哦，对。反正你看这车，这个都有用的。那我用这个来，哎，平一下。平一下。嗯。当然，这个兵呢，平，你看，它需要上将吃的，它不能落士。落士杀士直接杀死。对。啊，那么平兵这叫大刀剜心的另一种，实际上是兵的，我们可以给他听个好听的名字，叫小刀剜心。小刀剜心啊，因为大刀剜心指的是车，来一个兵呢，小刀剜心。嗯，那同样是吃兵，那我们说这个兵能不能吃炮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求的一个课题。嗯，你看我吃炮，对方能吃我兵吗？吃兵我杀士直接杀死。对。所以他还是不能吃兵。对，还是不能吃兵，只能进将。哎，那我不多吃一个炮，我还保留个兵，这个多好呢。实际上今天难度呢就难在这儿，该不该吃炮，这时候看不出什么棋来。嗯，有时候对方给你摆这么一个炮，也有可能就是为了误导你，又是让你养成一个你老爱吃人子的一个习惯。对，这就是给你的一个陷阱。对，初学者呢就是给你一个陷阱，就是看你该不该吃炮。实际上有时候不吃炮可能效果会更好。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该不该吃炮，我们先把这个兵放这儿，让送给对方吃。你看现在呢让他白白吃了这个兵。现在这个炮呢，你本来这个兵可以放这儿的。对，正确的做法，哎，就得不让他吃。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吃三进一。吃三退一，吃三退一以后呢下不了将了，只有上将。马在将军，跳马将军。那下不了将，只有出将。那么车在将军，陷车，对不对？陷车以后呢，马必须吃掉，因为进不来将了嘛。对，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炮啊它就有了用处了？原来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兵在这儿，你那个炮呢是不能打自己的兵来将军的，是不是？现在呢？现在我可以打掉对方的炮。对，这时候我再打掉你这个炮。大家看，在黑方的马跳不动。闷杀，精彩不精彩？对，所以关键就在于那个兵不急于吃他这个炮，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个炮，我能打掉他。对，那你要是能想到这么远的话，这盘棋复杂你就解出来了。假如想不到这么远的话，那这盘棋说明你就是没有细致的考虑清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盘棋精彩过程啊，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时候该吃子，什么时候不该吃子，算度胜于你的这个所谓的雄辩。哎，其实像我一样的一些初学者肯定开始会想不到，先要不吃他这个炮。但是其实在我们自己在演练的时候可以先去摆一下走一下，看每一步怎样走能够更精彩，怎样走能够快速的入局。是。不知道接下来王教练要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残局？还是一样的精彩配合的杀棋。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残局已经摆好了，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好像红方的这个
这个棋还都在下面没有出来，挺散啊，好像过不着将军。嗯，再看看黑方，好像这一步跳马就将死了。嗯，这个炮呢也打马也能将死。对，很多杀棋也是红方必须在抢在黑方之前杀死黑方。嗯，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看看明天大家是不是能够解出来。嗯，回去我也演练演练，看怎么能够杀棋。嗯，那我们明天来为大家揭晓答案，明天再见。再见。来到步步为营象棋讲座，今天的主讲教练依然是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高级教练王云豹王教练，欢迎王教练。观众朋友大家好。嗯，王教练回去看了一下啊，这个将军好像有点难，因为我好像就现在就这一种方法，就这一步了。嗯，好像只有这一步。对，因为你没有别的将军，你也不能这样现居将。嗯，现居将马掉了也没成棋啊。嗯，我就是居杀到你也没棋啊。对啊，将军。嗯，上将，这时候马勾到，上将可以跳马，马勾到将军呢，退马殿，进将，这几种走法。那要是进将呢？进将不行，将哦，进不来，有对，有对面笑呢，对面笑，进不来将。嗯，进不来将的话呢，那只有电马。嗯，电马怎么办？那当然，这个车要是将军可能将死了。嗯，人家有炮，你将军的时候那炮没打掉。嗯，也不行，那考虑这个。嗯，啊，车在将军，你得想办法在哪呢？你要车马联合这样的马勾得到，勾得到将军才行。嗯，是吧？嗯，只有将四退一。嗯，那这马勾到了。对，我这样跳就可以了。哎，对，马四退五将军。嗯，将军只能得垫，落四一垫。哎，这边还是杀棋。嗯，落士一殿，那怎么再将死黑方呢？哎，红方想到一个精美的技巧，现车。嗯，车四平六将军，那你不能称势，称不起势来，这有马了。对，就将军了。只有吃掉。嗯，吃掉以后呢，精巧的配合。啊。进炮，这是一个巧妙的闷杀。嗯，你不能落士，这有马，上不来将。嗯，杀死了。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嗯，要先考虑到我要让你把我的这个车吃掉。对，然后我再进马。对，关键弃子，关键是这是每个子弟的精彩的配合。嗯，那这个配合呢，它这个路途虽然很遥远，大家要看着啊，这个车的一进一退啊，松弛有度啊。嗯，加上这个现车，这是一种章法。嗯，加上自己的炮子最后的临门的一脚，是构成了这一盘完美的这个残局。嗯，这个还是不错的。嗯，这个还不算是特不复杂。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摆一个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复杂一点的。嗯，那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到底是有多复杂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残局已经摆好了，但是看之前又像以前一样。嗯，这里有三个小兵看着。对，形成了绝杀。对。嗯，这个呢，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他三个兵几个兵，我们就再给他加上。再加上，他也是个绝杀。对，我们再加上两个。嗯，是不是？对，我们加上两个，让它形成，就是说你不用考虑它这儿怎么走。嗯，它这就是绝杀。嗯，然后呢，我们就看看黑方红方怎么办。这个棋有难度，这个没有马了。对，也没有炮了。嗯，全是长腿的，还有小短腿的。嗯，所谓长腿就是车嘛。嗯，车炮属于长腿动物。嗯，啊，它可以直来直去。对，马兵属于短腿，还有没腿的。嗯，是想过不了河，那人家可以助攻嘛。嗯，是不是？嗯，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棋盘上每个子都可以让对方吃掉，就是说都可以给对方助攻。那只有这个将帅不能助攻，这个游戏就这么一个游戏。那么这个把将帅助攻了，对，那个死了。我原来是丢车保帅。嗯，现在是丢帅保车，那个怎么可能？那也成了另一种玩棋的方法。对。那么现在呢，红方好像能将军的，我这样进一步车啊，兵将军看似哎。这个出将啊，一将军将死了。嗯，那这是一个误导。啊？为什么呢？我这样一路。假如黑方这是一个炮的话，那可以，你将军呢，他垫不上下不去，叫陈压军嘛。嗯。将死了，那么这是一个马，你在将军呢，跳起来的。嗯。这是可以吃掉，吃掉以后能下将了。嗯。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细致这一点。
那这盘棋应该怎么走最为准确呢？那就只能先走这个。嗯，先走这个，先走这个倒是可以，但是关键后面黑方怎么去应解，怎么去解决，换句话说红方下步怎么去走成有效的绝杀，嗯，还得要步步将军，这个留出难题来了，也是要给我们留作业的时候。对，就是留作业。嗯嗯，看起来好像现在有点复杂，嗯，因为好像都够不到。对，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明天为大家来揭晓答案，明天再见。再见。